我哋开始咯，陈一燕，呢十几年你赚咗几百亿，啲钱喺边度嚟噶？我哋点使成翻个金手指？边个唔想同我合作啊？1975年，俾个机会我啊，老板，你自立门户，冇钱交烂。 3年唔夠，你賺咗幾百萬。買啊買啊買啊！邊個係你金主？喺呢度，一毫子都唔使出就賺過億喎。喺資本市場，有邊個唔係做你咁做噶？金山大廈，我要成棟買到，你估個市會變成點啊啦？ 姓程嗰个呃咗香港人成百几亿，佢揸住条数，但到连人命都只不过系成本嘅一部分。如果我帮你甩到身，值几多少？